黑哥将男人吊起，然后一脚踹倒梯子。男人在挣扎时掉了一块劳力士，黑哥捡起手表，却突然被男人割了喉。黑哥一脸的不可置信，最终无力倒下。男人颤抖地看着黑哥，而黑哥也因为失血过多没能扣下扳机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汽车上的男人与小帅一样，都惹了一个叫鞋匠的女人，本想救她一命，谁知这货简直太絮叨了。两年后，回归平静的小帅再次接到卷毛的电话，他们的身份被人发现，鞋匠很快就会来做掉他们。小帅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却被一个米其林拦下。他给小帅一个地址，如果他不去，女友就会遭殃。帮派二把手带小帅去见老大，老大知道他是谁，知道他以前做过什么，他要小帅加入自己，可小帅直接拒绝。见他如此，老大直接掏出电话打给鞋匠，小帅怂了，便答应下来。小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拿着毒药去杀死老大邻居的树，这老大怕不是有那个大病，可面对老大的威胁，他也只能照做。就在他看到邻居离开，正准备下手时，二把手却突然打来电话，原来是米其林在交易的路上摔倒了，因为订单紧急，现在要小帅去完成交易。他接过二当家递来的44万美金，前往交易地点，而交易地点正是两年前差点吊死自己的那棵树。他与大胡子很快完成了交易，可验货时大胡子却不让他打开包裹。在返回的途中，冯车却突然泄气，他只能停下维修。就在他拆轮胎时，后面出现一辆车在他身旁停了下来，他好奇的观察，突然一枪将他击飞，原来是之前的大胡子，他想要黑吃黑。小帅赶忙逃跑，而包裹也被大胡子拿回。他追着小帅跑进隧道，开了一枪却没能命中。再追的时候，地面却突然几声枪响，然后吉普车疾驰而去。小帅成功反杀了大胡子的同伴，而小帅的车也已经开始漏油，很快变速箱开始冒烟，无法继续驾驶。他将车开到一旁，然后藏了起来，从车里拿出两个包裹，开始了求生之路。走了很久，他看到一处工厂，而工厂前的废车也成为藏匿物品的最佳地点。他拿了两摞钞票，走向工厂，想要寻求帮助。原来大胡子的黑吃黑是二把手指使的，目的就是将老大取而代之。他安排大胡子继续追查，一定要拿回包裹和钱。此时的小帅已经来到工厂，正打算偷车的时候，工厂里的保安叫住了他。保安见他受了伤，便热情叫他进去治疗。保安是个动漫迷，对小帅很是友善。可谁知这时小帅开始眩晕，原来是体内的子弹开始感染组织。没办法，他只能信任保安，由保安为他取出子弹。在陌生的环境，小帅不敢接受麻醉药，只能忍着剧痛进行手术。终于一切都完成了，为了感谢保安，他从口袋掏出一摞钞票，可保安却没有收下，只是劝小帅好好休息，然后就转身离开。小帅很是感激，看来是遇到了好人。可等他整理好衣物打算离开时，却发现门被死死锁住。 You show up shot $20,000 on you. Gotta be more to this story. 男人扒开铁网，将准备好的毒药注入保安的杯子。面对凶狠的保安，他拽过桌子堵住门，可后门也被紧紧锁住。他拿起一根铁棍砸开了门锁，而保安拿枪走来。保安一下就撞开了门，讥笑地看着小帅，可小帅另一只脚猛然踢出，保安直接晕了过去。小帅好不容易跑到楼下，却被人一下撞晕，原来是大胡子追来。他并问小帅那些钱在哪，这时保安却出现在他身后。小帅提醒他，可大胡子根本不信，他以为小帅在耍诈。保安一斧子下去，大胡子直接领了盒饭。小帅趁机逃跑，找到一个厂房躲了起来。保安在外面嚣张地喊他，正要喝下那瓶水，却被突然响起的铃声吸引，是小帅的女友打来的。保安狡猾地编故事，骗小美一起来玩游戏，而小帅却对这些无能为力。保安挂掉电话，并威胁小帅，他两小时后就会到，除非小帅告诉自己剩下的钱和包裹在哪。小帅答应将钱给他，而自己需要留下包裹，因为他需要包裹回去交任务。可保安又不是小孩子，他不做选择题，他全都要。没办法，小帅躲了起来。保安推门而入，嚣张地喊叫，然后拿起水壶一口喝了下去。他也觉察到了异样，于是马上到水槽稀释。小帅趁机跑回厂房，可是大胡子的枪已经被保安拿走。他赶忙来到二楼，拿起一把螺丝刀准备埋伏，而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竟然是一个被绑的女孩。他一下踹倒小帅，然后就要解决他。好在小帅解释及时，这才让女孩停下了手，二人暂时达成同盟。小帅试图撬开女孩的脚镣，在交谈中，小帅知道女孩是5天前被保安绑来的，可无论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见有人来了，小帅赶紧再将女孩的嘴封住，然后躲了起来。保安带着一个女人走了
了进来，他端详着女孩，然后与保安谈着价格。原来保安还是个万恶的人贩子。小帅趁他们离开，用床单包裹拳头，然后砸开窗户跑到了外面。当他掀开女人的货车时，整个人气愤不已。原来他们在倒卖器官。等二人带着女孩走进货车，机敏地察觉到了不对，已经准备好战斗。可拉开车门的一瞬间，上千只黄蜂涌了出来，女孩也趁机逃跑。在厂房里，小帅找到了女孩，并且他已经拿到了保安的车钥匙，还要带女孩一起离开。保安与女贩子开始寻找他们，光线下女贩子的脸已经肿胀得难以辨认。他们发现了地上的鲜血，于是顺着血迹找到一个房间，他们还很专业地配合起来。女贩子求保安帮帮她，可这时小帅的女友却来了电话，她说自己还有20分钟就到，然后询问是谁在惨叫。 Hold the moment please. Oh my God, help me.男人一下砸破车窗，然后发动车辆赶忙逃跑。车主看着远去的车辆，车辆马上熄火，小帅带着女孩弃车而逃。他腿上负伤不能远跑，只能躲进集装箱，让女孩卖力逃跑。保安淡定地持枪追来，把远去的女孩一枪放倒，再给小帅来个瓮中捉鳖。他用巨石堵住大门，要挟小帅说出钱和包裹的位置，小帅誓死不从。保安说小帅的女友即将走进自己的陷阱，而自己拿到钱就会立马跑路，没时间伤害他。小帅只能老实交代，东西藏在了工厂外的汽车之中。看着保安跳着舞离开，赶紧挖洞准备逃跑。保安回到房间收拾东西，发现手办被小帅破坏殆尽，他愤怒不已，再次对小帅起了杀心。他开车拖拽铁门，将整个集装箱拉成废铁。好在小帅反应及时，利用刚挖的地洞逃了出来。保安捡起大石头，凶狠地砸在小帅身上，一下将他砸翻在地。正要了结他的性命时，老大带着手下赶来，保安立马认怂，举手投降。老大将二人捆在一起，保安又扮起老实人模样，声称自己是受害者，让老大不知道信谁。而二把手这时也说是小帅联合众人出卖老大获取钱财。小帅百口莫辩，只说钱和包裹在废车引擎盖下。老大取来包裹，迫不及待地打开，里面竟是几盘录像带。老大欣喜若狂，原来这是老大截获的属于鞋匠的包裹，里面肯定藏有重大秘密。他让人取来录像机，可内容却是几段无聊的儿童剧，44万美金就买了堆垃圾。老大极为恼火，这时想到拿回自己的钱，可本该与包裹在一起的钱早已不翼而飞，小帅也不知道去哪了，妥妥的成了背锅侠，被老大拴在车后拖行。可无论怎么折磨，他都无法说出钱的所在。第二次拖行的时候，小帅悄悄解开了手铐，这时女孩开车驶过，原来女孩没死，她还偷偷拿走了现金，这吸引了众人的注意。小帅趁老大分神之际，二把手用枪指着小帅，却被刚才捆住的保安偷袭。保安将他一脚踹翻，甚至踹出了幻觉，然后一记重拳将二把手彻底打晕过去。而此时米其林才下车查看，见势不妙，竟然开车拖着地上的老大直接溜了。此时保安已经挣脱束缚，拿走了所有手枪，正要追杀小帅，女孩开车过来，保安急忙开枪，车辆应声熄火。小帅趁机跑回卡车，快速翻找，终于找到一把猎枪，可枪里只有一发子弹。此时保安追来，两人来到决斗时刻。小帅虚脱地扔下枪，却又听到保安的惨叫声，原来刚才那一枪打偏了，只打掉保安的一只耳朵。趁保安愤怒地走向前，小帅丢出一根雷管，保安竟然还在挣扎，小帅似乎浑然不知。他回到卡车上，淡定拨通女友的电话，然后当他驶出工厂，就看到女孩提着两个包裹正在路边等他。